价值七八千的苹果啊，手机掉公共厕所了，我是那个厕所而掉进且已经去冲到的，这个最少是5米到6米这个地方。谁有什么好办法能把它给拿出来？大家看这个手机啊，就在这个位置，而且是稍微碰一碰就掉到这个化粪池了啊！兄弟们，谁有好的办法、好的方法？我这儿是宣布啊，打捞失败，没弄出来。一个是距离有点远，还有一个就是稍微碰一碰就掉到化粪池了。所以说是我这是没啥好的办法，除了挖地，没啥办法。